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法会圣众第一，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王舍城奇都觉山中，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，一切大圣神通已达，其名曰尊者焦陈如。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犍连，尊者迦摄，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，又有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。得尊普贤第二，又贤护等16正士。所谓善思维菩萨。慧辩才菩萨、观无著菩萨、神通花菩萨、光音菩萨、宝床菩萨、至上菩萨、吉根菩萨、信会菩萨、愿会菩萨、相向菩萨、宝应菩萨、中住菩萨、智行菩萨、解脱菩萨而为上首，咸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。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游布十方，行权方便，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，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，舍兜率，降王宫，弃位出家，苦恨学道，作思示现，顺世间故，以定慧力降伏魔怨。得微妙法成最正觉，天人归养情转法轮，常以法音觉诸世间，破烦恼成坏诸欲堑，洗浊垢污显明清白，调众生宣妙理，主功德是福田，以诸法药救疗三苦，升灌顶阶受菩提记。为教菩萨作阿舍离，常习相应无边诸行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，无量诸佛咸共护念，诸佛刹中皆能示现，辟善幻施现众异相，于彼相中实无可得。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通诸法性，达众生相。供养诸佛，开导群生，化现其身，犹如电光，裂魔见网，解诸缠缚，远超声闻辟支佛地，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善利方便显示三圣，于此中下而现灭度，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，即得一切陀罗尼门。随时悟入华严三昧，具足总持百千三昧，住身禅定，悉睹无量诸佛，于一念顷遍游一切佛土，得佛辩才，住普贤恨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超过世间诸所有法，心常地住度世之道。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为诸数类作不请之友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性常始不绝，心大悲，悯有情，演慈辩，受法眼，度恶趣，开善门，于诸众生视若自己，整计负荷，皆度彼岸。悉获诸佛无量功德，智慧圣明不可思议。如是等诸大菩萨，无量无边，一时来集，
又有比丘尼500人，轻信士7000人，轻信女500人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诸天梵众悉共大会。大教缘起第三，尔时世尊威光赫异，如容金具，又如明镜，影唱表里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。尊者阿难即自思维，今日世尊色身诸根，月欲清净，光颜微微，宝刹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见，喜得瞻仰，生稀有心。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长跪合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日入大吉定，助其特法，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，最胜之道，去来现在佛佛相念，唯念过去未来诸佛爷，唯念现在他方诸佛爷，何故威神显耀，光瑞殊妙乃尔，愿为宣说。于是世尊告阿难言：善哉善哉，汝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，能问如是微妙之意。汝今思问，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之佛，布施累劫诸天人民冤非软动之类，功德百千万倍。何以故？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。阿难，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，所以初兴于世，光阐道教，欲整群盟，会以真实之力，难执难见，如幽昙花稀有出现。汝今所问多所饶益，阿难当知如来正觉，其智难量，无有障碍，能于念请助无量亿劫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，所以者何？如来定会救畅无极，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。阿难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法藏因地第四。佛告阿难：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应供等正觉，名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在世教授42劫，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，有大国主名世饶王，闻佛说法欢喜开解，寻发无上真正道义，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修菩萨道，高才勇哲，与世超异，信解明记，悉皆第一。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，增上其心，坚固不动，修行精进，无能于者，往诣佛所，顶礼长跪，向佛合掌，即以伽托赞佛，发广大愿，颂曰：如来微妙色端严，一切世间无有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火珠皆逆耀，世尊能演一音声，有情各个随类解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使众生随类见，愿我得佛清净生，法音普及无边界，宣扬戒定精进门，通达甚深微妙法，智慧广大深如海，内心清净觉尘劳，超过无边恶趣门，速到菩提究竟岸，无名贪嗔皆永无，或尽过无三昧力，亦如过去无量佛，唯彼群生大导师，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，常行布施及戒忍，精进定慧六波罗，为度有情令得度，以度知者使成佛，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坚勇求正觉，愿当安住三摩地，恒放光明照一切，感得广大清净居，殊胜庄严无等伦，轮回诸去众生类，速生我刹受安乐，常运慈心把友情，
度尽无边苦众生，我行决定坚固力，唯佛圣智能证之，纵使身至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至心精进第五，法藏比丘说此偈已，而白佛言：我今为菩萨道，以发无上正觉之心，取愿作佛，悉令如佛。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奉持如法修行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，速成无上正等正觉。欲令我作佛时，智慧光明，所居国土，教授名字，皆闻十方。诸天人民及冤软类，来生我国，悉作菩萨。我立誓愿，都胜无数诸佛国者，宁可得否？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：譬如大海一人斗量，经历劫数尚可穷抵。人有至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未当克果，何愿不得？汝自思维修何方便，而能成就佛刹庄严？汝所修行，汝自当知，清净佛国，汝应自摄。法藏白言：思意宏深，非我境界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，广演诸佛无量妙刹。若我得闻如是等法，思维修习，誓满所愿。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，志愿深广，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，应其心愿，悉现与之。说是法时，经千亿岁。尔时法藏闻佛所说，皆悉睹见，启发无上殊胜之愿，于彼天人善恶，国土粗妙，思维究竟，便依其心选择所欲，结得大愿，精勤求索，功甚保持，修习功德满足五劫。于彼21俱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，明了通达，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，即摄受已，复亦是自在王如来所，其手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合掌而住，白言：世尊，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。佛言：善哉，今正是时，汝应具说，令众欢喜，亦令大众闻是法已，得大善力，能于佛刹修习摄受，满足无量大愿。发大誓愿第六，法藏白言：唯愿世尊大慈听察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，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非软动之类，所有一切众生以及夜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，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复更堕恶趣。得誓愿乃作佛，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皆具紫摩真金色身，32种大丈夫相，端正净洁，悉同一类。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自知无量劫时宿命，所作善恶，皆能洞视彻听，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誓愿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他心智通，若不悉知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，波罗蜜多，于一念顷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历供养诸佛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诸根极净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正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觉。
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绝胜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，国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亦皆无量。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，与百千劫悉共计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我，昼夜不断。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经须臾间，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致菩萨，不得誓愿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信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执众德本，至心回向，欲生极乐，无不遂者。若有宿恶，闻我名字，即自悔过，为道作善，便持经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复更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无妇女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信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。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要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恨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若闻我名，寿终之后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，常修殊胜梵恨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无不善名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住于定居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。若其想念贪忌深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善根无量，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，身顶皆有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，善谈诸法密要，说经行道，语如钟声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必至一生补处，除其本愿为众生故，披弘誓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皆发信心，修菩提恨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恶趣，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供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万物严净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称量。其诸众生虽具天眼，有能辨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数及总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无量色数高过百千由旬，道场数高400万里。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之。欲见诸佛净国庄严，悉于宝树间见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
我作佛时，所居佛刹广博严净，光莹如镜，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众生读者生稀有心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下从地际上至虚空，宫殿楼观池流花树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香合成，其香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，皆悉带得清净切脱普等三昧，诸身总持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，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失定义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，正离生法或陀罗尼，清净欢喜得平等住，修菩萨恨具足得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忍，于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必成正觉第七。佛告阿难，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，以记颂曰：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，思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。复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，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，出生众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觉，立名无量寿，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，如佛金色身，妙相悉圆满，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，离欲身正念，尽会修犯恨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，消除三垢名，明记众恶难，悉舍三途苦，灭诸烦恼暗，开彼智慧眼，获得光明身，闭塞诸恶道，通达善趣门，为众开法藏，广施功德宝，如佛无碍智，所行慈悯行，常作天人师，得为三界雄，说法狮子吼，广度诸有情，圆满习所愿，一切皆成佛。思愿若克果，大千应感动，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花。佛告阿难，法藏比丘说此颂已，应时普地六种震动，天域妙花已散其上，自然音乐空中赞言，决定必成无上正觉。积功累德第八。阿难，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，发思弘誓愿已，住真实会，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所修佛国开阔广大，超胜独妙，建立常然，无衰无变，于无量劫积直德性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行极净行，远离虚妄，以真谛门直众德本，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，专求白法，惠利群生，志愿无倦，忍力成就，于诸有情常怀慈忍，和言爱语，劝喻策进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，无有虚伪谄曲之心，庄严重行，规范具足，观法如画，三昧常集，善复口业，不积他过，善复身业，不失律仪，善复意业，清净无染，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，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，教化安利众生，住于无上真正之道，由成如是诸善根故，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，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，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，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，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，如是功德说不能尽，身口常出无量妙香，犹如旃檀优波罗花，其香普熏无量世界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，32相80种好悉皆具足，
手中常出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，力要有情，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圆满成就第九。佛告阿难，法藏比丘修菩萨恨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所发誓愿圆满成就，如实安住，具足庄严，威德广大，清净佛土。阿难闻佛所说，白世尊言：法藏菩萨成菩提者，为是过去佛爷，未来佛爷，为今现在他方世界爷。世尊告言：彼佛如来，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非过现未来，但以仇怨度生，现在西方去焰菩提百千俱之那由他佛刹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法藏成佛号阿弥陀。成佛以来，于今时节，今现在说法，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，皆愿作佛第十。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，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，皆大欢喜，各持一金花盖，俱到佛前作礼，以花盖上佛椅，却坐一面听经，心中怨言：令我等作佛时，皆如阿弥陀佛。佛即知之，告诸比丘：是王子等后当作佛。比于前世住菩萨道，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，迦摄佛时，彼等为我弟子，今供养我，复相值也。十诸比丘闻佛言者，莫不待之欢喜。国界严净第十一。佛欲阿难，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，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，亦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，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，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，宽广平正不可限及，微妙奇丽清净庄严，超于十方一切世界。阿难闻已，白世尊言：若彼国土无须弥山，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依何而住？佛告阿难：夜魔兜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？阿难白言：不可思议业力所致。佛欲阿难：不思议业如可知也？汝身果报不可思议，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，众生善根不可思议，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，其国众生功德善力助行业地及佛神力，故能尔尔。阿难白言：业因果报不可思议，我于此法实无所获，但为将来众生破除遗忘，故发思问。光明遍照第十二。佛告阿难：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遍照东方恒沙佛刹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。若化顶上圆光，或一二三四游巡，或百千万亿游巡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，或照百千佛刹，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。诸佛光明所照远近，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至作佛时各自得知，自在所作不为预计。阿弥陀佛光明善好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，亦号无边光佛、无碍光佛、无等光佛，亦号智慧光、常照光、清净光、欢喜光、解脱光、安稳光、超日月光、不思议光，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
垢灭善生，身意柔软。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，皆得修习，命中皆得解脱。若有众生闻其光明，威神功德，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随意所愿，得生其国。受众无量第十三。佛喻阿难，无量寿佛寿命长久，不可称计，又有无数声闻之众，神智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。我弟子中大目犍连，神通第一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，于一昼夜悉知其数。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，一一圆觉寿万亿岁，神通皆如大目犍连，尽其寿命，竭其智力，悉共推算。彼佛会中声闻之数，千万分钟不及一分。譬如大海深广无边，摄取一毛，悉为百分，碎如为尘，以一毛尘沾海一滴，此毛尘水比海孰多。阿难，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，如毛尘水，所谓知者如大海水。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，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。宝树遍国第十四。彼如来国多诸宝树，或纯金树、纯白银树、琉璃树、水晶树、琥珀树、美玉树、玛瑙树，唯一宝城，不杂于宝。或有二宝、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，根茎枝干此宝所成，花叶果实他宝化作。或有宝树黄金为根，白银为身，琉璃为枝，水晶为梢，琥珀为叶，美玉为花，玛瑙为果。其余诸树复有七宝，互为根干、枝叶、花果，种种共成，各自一行，行行相直，茎茎相望，枝叶相向，花实相当，容色光耀，不可生视。清风时发出五音声，微妙工商自然相和，是诸宝树周遍其国。菩提道场第十五。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芙蓉光辉遍照，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，众宝之王以为璎珞，云聚宝所是诸宝柱，金珠绫罗周匝条间，珍妙宝网罗覆其上，百千万色互相映视，无量光颜照耀无极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，微风徐动吹诸枝叶，演出无量妙法音声，其声流布遍诸佛国，清唱哀亮，惟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。若有众生睹菩提树，闻声嗅香，尝其果味，触其光影，念述功德，皆得六根清澈，无诸恼患，住不退转，至成佛道。复由见彼树故，或三种忍：一音响忍，二柔顺忍，三者无生法忍。佛告阿难，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，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，本愿力故，满足愿故，明了坚固究竟愿故。唐舍楼观第十六。有无量寿佛讲堂经舍，楼观兰顺，一皆七宝自然化成，复有白珠摩尼以为娇落，明妙无比。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，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，有在地受经听经者，有在地经行者，思道及坐禅者，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，经行思道及坐禅者，获得须陀洹，获得斯陀含，获得阿那含、阿罗汉，未得阿惟越智者，则得阿惟越智，各自念道、说道、行道，莫不欢喜。
全持功德第十期，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，宗广深浅，皆各异等，或十由旬，二十由旬，乃至百千由旬，湛然相结，具八功德。岸边无数旃檀香树，吉祥果树花果横方，光明照耀，修条密叶交付于池，出种种香，事无能御，随风散覆，盐水流分。又复池室七宝，地布金沙，优波罗花、波檀摩花、居牟头花、芬陀利花，杂色光茂，弥覆水上。若比众生过遇此水，欲至足者，欲至膝者，欲至腰翼，欲至颈者，或欲贯身，或欲冷者、温者、急流者、缓流者，其水一一随众生意，开神悦体，静若无形，宝沙映彻，无身不照，围栏徐回，转向灌注，波扬无量微妙音声，或闻佛法僧声、波罗蜜声、止息极静声、无声无灭声、实力无畏声，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、大慈大悲喜舍声、甘露灌顶受畏声，得闻如是种种声已，其心清净，无诸分别，正直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其愿闻者折读闻之，所不欲闻了无所闻，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十方世界诸往生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生，悉受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不闻三途恶恼苦难之名，尚无假设，何况实苦？但有自然快乐之因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超世稀有第十八，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，超世稀有，咸同一类，无差别相，但因顺于方俗，故有天人之名。佛告阿难，譬如世间贫苦乞人，在帝王边，面貌形状宁可类乎？帝王若比转轮圣王，则为鄙陋，有比乞人在帝王边也。转轮圣王威相第一，比之刀立天王，又复丑劣。假令帝室比第六天，虽百千倍，不相类也。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，虽万亿倍，不相及待。所处宫殿衣服饮食，犹如他化自在天王。至于威德，皆为神通变化，一切天人不可为比，百千万亿不可计备。阿难应知，无量寿佛极乐国土，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受用具足第十九，复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，或已生，或现生，或当生，皆得如是诸妙色身，形貌端严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，受用种种一切丰足，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庄严之具，随意所需，悉皆如念。若欲食时，七宝钵器自然在前，百味饮食自然盈满。虽有此食，食无食者，但见色闻香，以意为食，色力增长而无变味，身心柔软，无所畏着，是以化去，实至复现。复有众宝妙衣，冠带璎珞，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悉皆具足，自然在身。所居舍宅，趁其形色，宝网弥覆，悬珠宝铃，奇妙真意，周遍教室，光色晃耀，尽极严厉，楼冠栏笋，堂宇房阁，广狭方圆，或大或小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，应念现前，无不具足。德风花语第二十，其佛国土每于时时自然德风徐起，吹诸罗网及众宝树，出微妙音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。
留步万种温雅德香，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，风处其身安和调适，犹如比丘得灭尽定，复吹七宝林树，飘花成聚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，随色次第而不杂乱，柔软光洁如兜罗绵，足履其上莫伸四指，随足举以还复如初，过十时后其花自没，大地清净更遇新花，随其时节还复周遍，与前无异，如是六梵。宝莲佛光第二十一，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，其花光明无量种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玄黄珠子，光色亦然，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，应是真奇，明耀日月，比莲花亮，或半游旬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，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，身色紫金，相好殊特，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，普为十方说微妙法，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，觉正极果第二十二。复次阿难，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，日月星耀昼夜之象，亦无岁月结束之名，复无著着家世，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，亦无取舍分别，唯受清净最上快乐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若已生若当生，皆悉住于正定之具，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若邪定具即不定具，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。十方佛赞第二十三，复次阿难，东方恒河沙数世界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，各出广长舌相，放无量光，说诚实言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南西北方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，四维上下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，乃至能发一念净信，所有善根至心回向，愿生彼国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三辈往生第二十四。佛告阿难，十方世界诸天人民，其有至心愿生彼国，凡有三辈，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。此等众生临寿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经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，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，智慧勇猛，神通自在。是故阿难，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，应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复当专念极乐国土，积极善根，应持回向，由此见佛生彼国中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菩提。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，大修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随即修行诸善功德，奉持斋戒，起立塔像，反时沙门，玄增燃灯，散花烧香，以此回向，愿生彼国。其人临终，阿弥陀佛化现其身，光明相好，具如真佛，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现其人前，摄受导引，即随化佛往生其国，住不退转，无上菩提，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。其下辈者，假使不能作诸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欢喜信要，不生疑惑，以至诚心愿生其国，
此人临终梦见彼佛，亦得往生，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。若有众生住大圣者，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，闻甚深法即生信解，乃至获得一念净心，发一念心念于彼佛，此人临命终时，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，定生彼国，得不退转无上菩提。往生正因第二十五。复次阿难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此经典，受持读诵书写供养，昼夜相续求生彼刹，发菩提心，持诸禁戒，坚守不犯，饶益有情，所作善根悉施与之，令得安乐，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，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，生宝刹中速得闻法，永不退转。复次阿难，若有众生欲生彼国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，净持精戒，要当作善。所谓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欲，四不妄言，五不绮语，六不恶口，七不两舌，八不贪，九不嗔，十不痴。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，种种庄严，至心皈依，顶礼供养，世人临终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彼佛国土。若多事物不能离家，不暇大修斋戒，一心清净，有空闲时端正身心，绝欲去忧，慈心精进，不当嗔怒嫉妒，不得贪怯迁徙，不得终悔，不得狐疑，要当孝顺，至诚忠信，当信佛经与身，当信作善得福，奉持如是等法，不得亏失，思维熟记，欲得度脱，昼夜常念，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，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，寿终皆得往生其国，行菩萨道。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，皆具金色三十二相，皆当作佛，欲于何方佛国作佛，从心所愿，随其精进早晚，求道不休，会当得之，不失其所愿也。阿难，以此义力故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，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。礼共听法第二十六。复次阿难，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为欲瞻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，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诣佛所恭敬供养，听受经法，宣布道化，称赞佛土功德庄严。尔时世尊即说颂曰：东方诸佛刹数如恒河沙，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，南西北四围上下亦复然，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，唱发和雅音，歌叹最圣尊，就达神通会，游入深法门，闻佛圣德名，安稳得大力，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，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，功德普庄严，诸佛国难比，因发无上心，愿速成菩提。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，光明从口出，遍照十方国，回光环绕佛，三匝从顶入，菩萨见此光，即证不退位，时会一切众互庆生欢喜，佛语泛雷震，八音唱妙声，十方来正视，无悉知彼愿，至求严净土，受记当作佛，绝了一切法，犹如梦幻想，满足诸妙愿，必成如是刹，知土如影像，恒发弘誓心，就近菩萨道，具诸功德本，修胜菩提恨，受记当作佛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，专求净佛土，必成如是刹，
闻法要受行，得至清净处，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，无边殊胜刹，其佛本愿力，闻名欲往生，自至不退转。菩萨心志愿，愿己国无异，普念度一切，各发菩提心，舍彼轮回身，俱令登彼岸，奉侍万亿佛，非化遍诸刹，恭敬欢喜去，还到安养国。歌叹佛德第二十七。佛遇阿难，彼国菩萨成佛威神，于一时顷复往十方无边净刹，供养诸佛。花香床幡供养之具，应念极致，皆现手中，珍妙殊特，非世所有，以奉诸佛及菩萨众，其所散花集于空中，合为一花，花皆向下端圆周匝，化成花盖，百千光色，色色异香，香气普熏，盖之小者满时游寻，如是转备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，若不更以心花重散，前所散花终不复落，于虚空中共奏天乐，以微妙音歌叹佛德，经虚于间还其本国，都悉集会七宝讲堂，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，演唱妙法，莫不欢喜，心解得道。即时香风吹七宝树，出五音声，无量妙花随风四散，自然供养，如是不绝。一切诸天皆积百千花香，万种伎乐，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，前后往来悉宜快乐，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，即曾供养如来，善根相续，无缺减故，善修习故，善摄取故，善成就故。大士神光第二十八。佛告阿难，彼佛国中诸菩萨众，悉皆洞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，诸天人民以及鸢飞软动之类，心意善恶，口所欲言，何时度脱得道往生，皆欲知之。又彼佛刹诸声闻众，身光一寻，菩萨光明照百游寻，有二菩萨最尊第一，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阿难白佛，彼二菩萨其号云何？佛言，一名观世音，一名大势至，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，往生彼国，常在阿弥陀佛左右，欲至十方无量佛所，随心则道，现居此界，作大利要。世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极难恐怖，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，无不得解脱者。愿力宏深第二十九。复次阿难，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，皆当就近一生补处，唯除大愿入生死界，为度群生，作狮子吼，唤大甲胄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虽生五浊恶世，视现同彼，直至成佛，不受恶趣，生生之处常是宿命。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皆使往生其国，悉令得泥环道。作菩萨者，令悉作佛，即作佛已，转相教授，转相度脱，如是辗转，不可复计。十方世界声闻菩萨，诸众生类生彼佛国，得泥环道，当作佛者不可生数。彼佛国中常如一法，不为增多。所以者何？犹如大海为水中王，诸水流行都入海中，是大海水宁为增减。八方上下佛国无数，阿弥陀国长久广大，名好快乐，最为独盛。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，累德所至，无量寿佛恩德不失，八方上下无穷无极，深大无量，不可生言。菩萨修持第三十。复次阿难，
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，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调伏诸根身心柔软，深入正慧无复于习，依佛所行七觉圣道，修行无眼照真达俗，肉眼简则天眼通达，法眼清净慧眼见真，佛眼具足觉了法性，辩才总持自在无碍，善解世间无边方便，所言成地深入意味，度诸有情演说正法，无相无为无福无托无诸分别，远离颠倒，与所受用皆无摄取，遍游佛刹无碍无厌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，亦无彼我为愿之想。何以故？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，舍离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碍慧解法如如，善知即灭因生方便，不心是语，要在正论，知一切法悉皆空寂，生身烦恼二余俱尽，于三界中平等勤修，究竟一圣至于彼岸，决断以往正无所得，以方便智增长了之，从本以来安住神通，得一圣道，不由他物。真实功德第三十一，其智宏深譬如巨海，菩提高广欲若须弥，自身微光超于日月，其心洁白犹如雪山，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，清净如水，洗诸尘垢，炽盛如火，烧烦恼心，不着如风，无诸障碍，法音雷震，绝未绝故，欲甘露法，润众生故，旷若虚空，大慈等故，如净莲花，离染污故，如泥居树，复印大故，如金刚杵，破邪执故，如铁围山，众魔外道不能动故，其心正直，善巧决定，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，界若琉璃，内外明洁，其所言说令众悦服，即法鼓，见法床，药未日，破痴暗，纯净温和，即定明察，为大导师，调伏自他，引导群生，舍诸爱着，永离三垢，游戏神通，因缘愿力，出生善根，摧伏一切魔君，尊重奉侍诸佛，为是明灯，最胜福田，殊胜吉祥，堪受供养，贺意欢喜，雄猛无畏，身色相好，功德辩才，具足庄严，无与等者，常为诸佛所供称赞，究竟菩萨诸波罗蜜，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，行遍道场，愿二圣境。阿难，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，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。受乐无极第三十二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，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，有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，何不立为善，念道之自然，出入供养，观经行道，喜药酒席，才猛智慧，心不终回，亦无懈时，外若迟缓，内独始极，融融虚空，适得其中，钟表相应，自然严整，简练端直，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，志愿安定，无增缺减，求道合正，不误倾斜，随经约令，不敢搓叠，若于神末，贤为盗墓，况无他念，无有忧思，自然无为，虚空无力，但安无欲，作得善愿，尽心求所，含哀慈悯，礼义都合，包罗表里，过度解脱，自然保守，真真洁白，志愿无上，静定安乐，一旦开达明彻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知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参颓，转变最盛，玉丹成七宝，恒览成万物，
光经明具出，善好书无比，著于无上下，洞达无边际。一个勤精进，努力自求之，必得超绝去，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。恒劫于五趣，恶道自闭塞，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，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，捐至若虚空，勤行求道德，可得即长生，受乐无有极，何为浊世事，挠挠忧无常。劝喻策进第33，世人共争不及之物，于此巨恶疾苦之中，勤身淫物，以自己计，尊卑贫富少长男女，累念积虑，为心走使，无田忧田，无宅忧宅，眷属财物有无同忧，有一少一，私欲其等，事小俱有，又忧非常，水火盗贼，怨家债主，焚飘劫夺，消散磨灭，心牵意固，无能纵舍，命中弃捐，莫谁随者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，世间人民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增嫉，有无相通，无得贪习，颜色成和，莫相为利，或时心争，有所悔怒，后世转聚，至诚大愿，世间之事更相患害，虽不临时，应即想破。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，无有待者，善恶变化，追逐所生，道路不同，会见无期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？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尽各作之，身于神案，转受于教，颠倒相续，无成根本，蒙名抵图，不信经法，心无远虑，各欲快意，迷于嗔恚，贪于财色，终不休止，哀哉可伤。先人不善，不是道德，无有欲者，殊无怪也。此生之去，善恶之道，都不知信，未无有事，更相沾事，且自见之。或父哭子，或子哭父，兄弟夫妇更相哭泣，一死一生，迭相顾恋，忧爱结福，无有解时，思想恩好，不离情欲，不能深思熟计，专精行道，年寿悬尽，无可奈何。获道者众，悟道者少，各怀杀毒，恶气冥冥，唯望心事，唯逆天地，自意罪极，顿夺其寿，下入恶道，无有出奇。若曹当熟思计，远离众恶，则其善者勤而行之。爱欲荣华，不可长保，皆当别离，无可乐者，当勤精进，生安乐国，智慧明达，功德殊胜，悟得随心所欲，恢复境界，在人后也。心得开明第34，弥勒白言，佛欲教戒甚深甚善，皆蒙慈恩，谢脱忧苦，佛为法王，尊超群圣，光明彻照，洞达无极，普为一切天人之师，今得执佛，复闻无量寿生，米不欢喜，心得开明。佛告弥勒，敬于佛者，视为大善，时当念佛，截断狐疑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恶缘，游步三界，无所挂碍，开示正道，度未度者，若曹当知十方人民，永劫以来，辗转五道，忧苦不绝，生时苦痛，老亦苦痛，病疾苦痛，死疾苦痛，恶臭不尽，无可乐者，一字决断，洗除心垢，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，人能自度，转相整济，至心求愿，积累善本，虽一世精进勤苦，须臾间耳，后生无量寿国，快乐无极，永拔生死之本，无复苦恼之患，受千万劫，自在随意，
一个精进求心所愿，无得已毁自为过咎，生彼边地七宝城中，于五百岁受诸恶也。弥勒白言，受佛名讳，专精修学，儒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浊世恶苦第三十五。佛告弥勒，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，不为众恶，甚为大德。所以者何？十方世界善多恶少，亦可开化，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巨苦。我今于此作佛，教化群生，令舍五恶，去五痛，离五烧，降化其意，令持五善，获其福德，何等为物？其一者，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，强者扶弱，转相克贼，残害杀伤，叠相吞啖，不知为善，后受殃罚，故有穷起、孤独、聋盲、阴哑、痴恶、汪狂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。其有尊贵、豪富、贤明、长者、智勇、才达，皆由宿世慈孝、修善积德所致。世间由此目前现世，寿终之后入其幽冥，转生受身，改行异道，故有泥犁、禽兽、鸢飞软动之属，譬如世法牢狱，巨苦极刑，魂神命经，随罪去向，所受寿命或长或短，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偿，殃恶未尽，终不得离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天地之间自然有事，虽不及时报应，善恶未当归之。其二者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奢淫骄纵，任心自恣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心口各异，机位多端，尊卑中外，更相欺狂，嗔恚愚痴，欲自后己，欲贪多有，利害胜负，结愤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，富有迁徙，不肯施予，爱报贪重，辛劳身苦，如是至敬，无益随者。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毒，又或见善增谤，不思目及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自供给，消散复取，神明克制，终入恶道，自有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痛不可言。其三者，世间人民相应寄生，寿命几何？不良之人身心不正，常怀邪恶，常念淫逸，烦满胸中，邪态外溢，废损家财，视为非法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，又或交结聚会，兴兵相伐，攻劫杀戮，强夺破邪，归己妻子，极深作乐，众共增宴，患而苦之，如是之恶著于人鬼，神明济治，自入三途，无量苦恼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痛不可言。其四者，世间人民不念修善，两舌恶口，妄言绮语，增及善人，败坏贤明，不孝父母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，难得诚实，尊贵自大，未及有道，横行威势，轻易于人，遇人未尽，不自惭惧，难可降化，常怀骄慢，赖其前世福德盈富，今世为恶，福德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恶绕归，又其名籍记在神明，殃咎牵引，无从舍离，但得前行，入于火祸，身心摧碎，神行苦极，当思之时，悔复何及。其五者，世间人民习以懈怠，不肯作善，持身修业，父母教诲，违逆反逆，譬如怨家，不如无子，负恩为义，无有报偿，放肆游散，单酒嗜美，鲁户抵徒，不是人情，无义无礼，不可见效，六亲眷属，资用有无，
不能忧念，不为父母之恩，不存师友之意，意念深口，曾无一善，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欲害真人，斗乱僧众，愚痴蒙昧，自为智慧，不知生所从来，死所去向，不仁不顺，希望长生，慈心教诲而不肯信，苦口语语，忤逆其人，心中闭塞，意不开解，大命将终，悔惧交至，不欲修善，临时乃悔，悔之于后，将何及乎？天地之间，五道分明，善恶报应，祸福相承，身自当知，无谁代者。善人行善，从乐入乐，从明入明；恶人行恶，从苦入苦，从明入明。谁能知者，独佛知耳。教于开示，信行者少，生死不休，恶道不绝。如是世人，难可俱进，故有自然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世事累劫，无有出奇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如是五恶、五痛、五烧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，若能自于其中，一心致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复，所作至诚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，身独度脱，获其福德，可得长寿弥还之道，是为五大善业。重重回免第三十六。佛告弥勒：吾欲汝等如是五恶、五痛、五烧，辗转相生，敢有犯此，当立恶去，获其今世先胚病殃，此生不得，世众见之，或于寿终入三恶道，仇痛酷毒，自相交然，共其冤家，更相杀伤，从小为起，成大困惧，皆由贪着财色，不肯施惠，各欲自快，无复屈直，失欲所迫，后己争利，富贵荣华当时快意，不能忍入，不务修善，威势无己，随以磨灭，天道失章，自然纠举，穷穷终终，当入其中，古今有事，痛哉可伤，汝等得佛经语，熟思为之，各自端守，终身不怠，尊圣敬善，仁慈博爱，当求度世，拔断生死众恶之本，当离三途，忧不苦痛之道，若曹作善，云何第一？当自端心，当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，身清净洁，与善相应，勿随世欲，不犯诸恶，颜色当和，身形当专，动作瞻视，安定徐为，做事仓促，败毁在后，为之不地，亡其功夫。如贫得宝第三十七。汝等广执德本，勿犯道禁，忍辱精进，慈心专一，斋戒清净，一日一夜，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。所以者何？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，无毫发之恶，于此修善，十日十夜，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。所以者何？他方佛国福德自然，无造恶之地，唯此世间善少恶多，淫苦食毒，未尝宁息。吾哀汝等苦心毁誉，授予经法，悉持思之，悉奉行之，尊卑男女眷属朋友，转相教育，自相约见，和顺义理，欢乐慈孝，所作如犯，则自悔过，去恶就善，朝闻夕改，奉持经戒，如贫得宝，改往修来，喜心易行，自然感降，所愿折得，佛所行处，国益秋聚，米不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厉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戈无用，崇德兴仁，务修礼让，国无盗贼，无有愿望，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，我于此事作佛，以善攻恶，拔生死之苦，令获五德，生无为之安，无般泥环，经道见灭，人民产位，复为众恶，五烧五痛，酒后转聚，汝等转相教戒，如佛经法，无德犯也。
弥勒菩萨合掌白言：世人恶苦如是如是，佛皆慈哀悉度脱之，受佛宠毁，不敢为师。礼佛现光第三十八。佛告阿难：若曹遇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，应起西向当日末处，恭敬顶礼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阿难即从坐起，面悉合掌，顶礼白言：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供养奉事众诸善根。顶礼之间，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，色相端严，如黄金山，高出一切诸世界上。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，无碍无断。阿难白言：彼佛境刹得未曾有，我亦愿要生于彼土。世尊告言：其中生者，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，汝欲生彼，应当一心皈依瞻仰，作事与时，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，普照一切诸佛世界，十诸佛国皆悉明现，如处一旬。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及清净故，于此世界所有黑山、雪山、金刚、铁围、大小诸山、江河、丛林、天人宫殿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。譬如日出明照世间，乃至泥犁、溪谷、幽冥之处，悉大开辟，皆同一色，犹如解水弥满世界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，晃漾浩瀚，唯见大水。彼佛光明亦复如是，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，唯见佛光明耀显特。此会四众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。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，声闻菩萨围绕恭敬，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，明现照耀，清净平正，无有杂秽及异形类，为是众宝庄严，圣贤共住。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，踊跃坐立，以头着地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。诸天人民以至鸢飞软动，睹思光者，所有疾苦莫不休止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，悉皆慈心作善，欢喜快乐，钟磬琴瑟，箜篌乐器，布谷自然皆作五音。诸佛国中，诸天人民各持花香，来于虚空散作供养。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支那由他国，以佛威力如对目前，如镜天眼观意寻地，彼见此土亦复如是，悉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。此事数见第三十九。尔时佛告阿难及慈氏菩萨：汝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、泉池林树、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？汝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、玉珠香花、遍佛刹否？阿难对曰：唯然已见。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？阿难对曰：唯然已闻。佛言：汝见彼国净行之众，犹处虚空，宫殿随身，无所障碍，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？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否？复有众鸟住虚空界，出种种音，皆是化作，汝悉见否？慈氏白言：如佛所说，一一皆见。佛告弥勒：彼国人民有胎生者，汝复见否？弥勒白言：世尊，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，如夜摩天处于宫殿，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，自然化生。何因缘故，彼国人民有胎生者，有化生者？边地疑城第四十。佛告慈氏：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，不了佛智，
不思议智，不可称智，大圣广智，无等无伦，最上圣智。于此诸智疑惑不信，由信罪福，修习善本，愿生其国。复有众生积极善根，希求佛智、普遍智、无等智、威德广大不思议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故于往生清净佛国，意志犹豫，无所专据，然由续念不绝，结其善愿为本，续得往生。是诸人等以此因缘，虽生彼国，不能前至无量寿所，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，佛不识耳，身形所作，心自去向，亦有宝池莲花自然受身，饮食快乐如刀立天，于其城中不能得出，所居舍宅在地，不能随意高大，于五百岁常不见佛，不闻经法，不见菩萨声闻圣众，其人智慧不明，知经复少，心不开解，意不欢乐，是故于彼未知胎生。若有众生明信佛智，乃至圣智，断除疑惑，信己善根，作诸功德，至心回向，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，加福而作，须臾之顷，身相光明，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。弥勒当知，彼化生者智慧甚固，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知菩萨法事，不得修习功德，无因奉事无量寿佛。当知此人宿世之时，无有智慧疑惑所致。或尽见佛第四十一，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，王子得罪禁地其中，层楼起殿，宝帐金床，蓝窗踏座，妙饰奇珍，饮食衣服如转轮王，而以金锁系其两足。诸小王子，您乐此否？慈氏白言：否也，世尊。彼忧执时，心不自在，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，求诸近臣，终不从心，轮王欢喜，方得解脱。佛告弥勒：此诸众生亦复如是，若有堕于疑悔，希求佛智至广大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犹闻佛名起信心故，虽生彼国，于莲花中不得出现，彼处花胎犹如圆圆宫殿之相，何以故？彼中清净无诸秽恶，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奉事诸佛，远离一切殊胜善根，以此为苦，不生心药。若此众生是其罪本，身自悔责，求离彼处，往昔世中过失尽矣，然后乃出，即得往诣无量寿所，听闻经法，久久亦当开解欢喜，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，修诸功德。汝阿逸多，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失大利，是故应当明庆诸佛无上智慧。此事白言：云何此界一类众生，虽亦修善而不求生？佛告此事：此等众生智慧为浅，分别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。此事白言：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佛言：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离相，不求佛慧，身着世乐，人间福报，虽复修福，求人天果。得报之时，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，假使父母、妻子、男女眷属欲相救免，邪见业亡，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。汝见愚痴之人，不种善根，但以世智聪辩增益邪心，云何出离生死大难？复有众生虽种善根，作大福田，取向分别，情执深重，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若以无相智慧执众得本，身心清净，远离分别，求生净刹，去佛菩提，当生佛刹，永得解脱。
菩萨往生第四十二，弥勒菩萨白佛言：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，当生极乐国者，其数几何？佛告弥勒：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，已曾供养无数诸佛，执众德本，当生彼国。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，当往生者不可称计。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，他方佛土亦复如是。从远照佛刹有18俱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。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，从无量音佛刹、光明佛刹、龙天佛刹、胜利佛刹、狮子佛刹、离尘佛刹、得手佛刹、人王佛刹、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，或数十百亿，或数百千亿，乃至万亿。其第十二佛名无上花，彼有无数诸菩萨众，皆不退转。智慧勇猛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巨大精进，发趣一胜，于7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。大士所修坚固之法，斯等菩萨皆当往生。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。彼有790亿大菩萨众，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，皆当往生。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，但说其名，穷劫不尽。非是小圣第四十三。佛告慈氏：汝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闻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生一念喜爱之心，皈依真理，如说修行，当知此人为德大力，当获如上所说功德，心无下列，亦不共高，成就善根，悉皆增上。当知此人非是小圣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，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，于此经中生导师想，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得不退转，即欲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，当起精进听此法门，为求法故，不生退趋谄畏之心，摄入大火不应疑悔。何以故？彼无量亿诸菩萨等，皆悉求此微妙法门，尊重听闻，不生违背。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，是故汝等应求此法。受菩提记第四十四：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，当有众生执诸善本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有彼如来加威力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摄取受持，当获广大一切智智，于彼法中广大圣解，获大欢喜，广为他说，常要修行。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于世法若以求、现求、当求者，皆获善利。汝等应当安住无疑，众诸善本，应常修习，使无一滞，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。阿逸多，如是等类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广大义门。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有1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，于须臾请为他演说，劝令听闻不生忧恼，乃至昼夜思维比刹，及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。彼人临终，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亦能超过生彼国土。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，一切如来同所称赞，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。读了此经第四十五，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，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，皆可求之，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。当来之事经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，止住百岁，其有众生执思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如来心事难执难见，诸佛经道难得难闻，欲善之事，闻法能行，此亦为难。
若闻斯经，信要受持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若有众生得闻佛声，慈心清净，踊跃欢喜，衣毛为起或泪出者，皆由前世曾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若闻佛号，心中狐疑，于佛经语都无所信，皆从恶道中来，宿殃未尽，未当度脱，故心狐疑，不信相耳。勤修坚持第四十六，佛告弥勒：诸佛如来无上之法，实力无畏，无爱无着，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，非亦可遇，能说法人亦难开示，坚固深信，实亦难遭。我今如理宣说，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副主汝等作大守护，为诸有情长夜利益，莫令众生沦堕五趣，备受为苦，应勤修行，随顺我教，当孝于佛，常念师恩，当令世法久住不灭，当坚持之，无得毁失，无得为忘，增减经法，常念不绝，则得道劫。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，如来所行亦应随行，众修福善，求生净刹。福慧始闻第四十七，尔时世尊而说颂曰：若不往昔修福慧，于此正法不能闻，已曾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信此事，恶交懈怠及邪见，难信如来为妙法。譬如盲人横杵案，不能开导于他路，唯曾于佛执众善救世之行，方能修。闻以受持及书写，读诵赞演并供养，如是一心求净方，决定往生极乐国。假使大火满三千，成佛威德悉能超，如来深广智慧海，为佛与佛乃能知，声闻一节思佛智，尽其神力目能测，如来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。人神难得佛难值，信会闻法难中难，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。是故博闻诸智士，应信我教如实言，如是妙法性听闻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度生死流。佛说此人真善友。闻经获益第四十八，尔时世尊说此经法，天人世间有万二千那由他意众生，远离尘垢得法眼净，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，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，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，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始出发，众诸善根，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，皆当往生彼如来土，各于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复有十方佛刹，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，各有八万俱之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，成无上菩提。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，俱得往生极乐世界。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并现种种稀有神变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。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，出随喜声，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，叹未曾有，无量妙花纷纷而降。尊者阿难，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，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佛说大圣无量寿，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